有朋友刚刚他们讲说我是第一次来这边，但是有一首歌呢，我想可能大家会熟悉一点，因为来自于我的第一张专辑。刚才台下如果爱下去，因为在后排，然后有一些朋友拿来的 CD 给我签，然后突然看到了我早期的样子，然后早期的 CD， 然后就想到了一些老歌，虽然这首歌我也经常唱，那希望我觉得他是快乐的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觉得快乐，你就要表达出来，身体语言，或者是用身体语言，或者是用身体语言，所以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，身体语言。Yeah.